起来欢迎我们严采薇。欢迎采薇。看到他们类似像他们的表演，我对他们心里面都是非常尊敬，对，感动，因为他们这种表演真正的是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啊。受伤了以后，对，你就很难再从事这样的工作。我们有一个好朋友啊，他不是以前做那个替身的，对，后来下半身不是半身不遂嘛，然后开始坐在轮椅上去表演。哎呦，我每次看他一次，我就心里面疼一次。对，但是他说宪哥，你不要 Don't cry for me, Jackie。不要为他哭泣。对啊，后来你有花钱让他做葱油饼吗？没有，他表演很好啊，然后又这个转闪啊或干嘛玩毯子什么一大堆。今天这个妹妹也一样。你几岁从事这个行业？你说做这个表演吗？对，十岁。十岁，那哇，练多久？没看到，练了几年？12年，练12年呢，等22岁，你看人家姐姐这样穿得漂漂亮亮，站在那里就领钱了，对不对？站得多辛苦啊！问一下，从事什么样的表演？猜一下，超越 Q 的，能 Q 超越人体，应该就是软骨功吧？嗯，可能可以把自己折成什么爱心形之类的，对，或是他的嘴巴可以开到头后面去，或者这是画皮，头可以转一圈，嘴巴大，对，头可以转一圈。他应该可以把自己装进一个沙拉油桶里面吧？哦，哎呦，有这品牌吗？对啊，是大桶，是假的小桶，假油的。OK， 告诉我们你可以做什么？软骨功表演是不是？真的错。那你软骨功这样练的时候，会不会有肌肉拉伤的时候？有，那怎么办？肌肉拉伤该怎么处理呢？就是要休息。你帮他看一下，他帮他拉一下，大腿内侧，帮他看一下，他一直在痛。这里，哪里啊？那我那个拉伤之后，第一天我就泡澡，是不是错？泡热水，他泡热水。就是你要放松啊，因为他这个算严重的，对，你已经很痛了，对不对？放一缸热水，然后温度适中的时候，你泡进去，然后再打电话，通知殡葬业者，最后就处理掉了，直接冰起来啊。他现在累，他现在脚痛的没有办法笑出来。对对对，他笑不出来。欺负他什么时候？对对不对？好，加油！一起来看看这一段的软骨功，好不好？极致软骨功学武时间超过10年以上，可说是台上一分钟，台下10年功啊！Shut up, kill, shut up, kill, damn it, shut up.
OK 没问题，但是我讲真心话，看那场表演，你要练到成可以上台去表演，要经过多少的失败，一点一滴都是难呐，对，是不是啊？太难了，冲啊冲啊！火遁风魔手里剑，呼！哇，人家的道具，道具上去，对吗？乱丢，我们就真的加演一场，好不好？真的可以加码吗？塞。皮箱，哇哦，有吗？这个表演真的可以吗？对对，有要表演吗？有吗？皮箱，这可不可以？塞皮箱的，要不然我们有大桶的油桶啊？真的有？行李箱小了吧？这不行啦！行李箱那塞进去还直接就拖走了。那以前那个玩笑话说要塞行李箱上飞机是真的吗？真的耶。哎，这个可以吗？这个很小哎，哎，太夸张。这个是62公升的行李箱。哎，宪哥，等一下，他好像面有难色。没有，这个是我们制作单位准备的吗？没有，面有难色不是不是什么，不是说塞不进去，是塞得进去，而是他不知道密码几号。哦，那就严重了。出不来。哎，真的嘞，来来来来，那这个可以吗？试看看，来。试看看哦。哇，他好开朗的说，来。试看看，来，好。哎呦。来，要把我盖起来。好。好，没问题。谬仔。哇哦，这我在纽西兰看过。各位，哇，他连进去的样子都好优雅。哇哇哇！哎呦，啊，完了！需要我们帮忙吗？完了，盖起来，盖起来。但是卡层头比较大。可以可以，可以吗？压一下，压一下。可以吗？哎，可以耶。留个缝给他。我的天哪 ！Would that be good？ 我觉得好像在做什么坏事哦。什么相思啊？哎呦，我的妈！没有经验哦。可以吗？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好了，我觉得差不多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就让他可以拿起来吗？可以拿起来。哇哇，好好打开，打开，打开。哎，这有时候不能呼吸的，对不对？来来，打开。有时候不能呼吸的，你知道吗？打开会不会换一个人啊？变魔术了。这个太佩服你了，这个厉害，因为他这可以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。哎哎，小马请到场中央，来，看你有多软。噔噔噔噔，不可能的任务 ，Mission Impossible。出国就出外景应该有出外景收纳，还是有经验吧？你要我进去啊，试试看，塞进去，你叫我试我就试嘛，真的吗？就坐进去，把你包一包带去出外景。什么诀窍教一下小马？就身体整个缩起来，膝盖啊，碰到你下巴，膝盖，好难过的画面哦，把手脚砍断，太痛了，行李箱，行李箱严重变形，你们小心啊，不要弄坏行李箱了啊，停，好好 OK， 这好怎么？有冤的报冤，有仇的报仇。为什么要让你来一下？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不行，不行，我被压住这么完全窒息哦。为什么让你玩一下这个？你知道吗？让你感受一下他的厉不厉害？超厉害的，超厉害。虽然比你小只，但是你要整个人进去，真的蛮难的，真的蛮难。这应该有12年以上的功力。你是不是12年以上的功力？没有，十没有，太令人感动。来抱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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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棒了！他不愿意耶，抱厉害，抱他男朋友是第一个，有没有？男朋友当爹啦！哦，男朋友是，赶快回去，好，谢谢，掌声给他鼓励。